这个出饼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出饼不能太高了哈，你出到这个位置就 OK 了，出高了容易脱缸，容易把那个里边的那个胶圈给磨坏。出饼一定只能出到这个位置，可以把饼拿出来。可以冰，可以把饼拿出来就 OK 你们直接用这个油不能垫，不能直接垫这个油上了。赶紧回去吧，回去再拍吧。你们这咱带回去吧。带油回直接倒吧。对，带油可以直接倒吧。对，我刚才弄了一下，弄到手里边，真的是很那啥的，你从哪边拍？这还有扔出来吗？丢了。哎，扔进去吧。没有绿油，这没有绿油。就在里边没底，我赖上了，现在拿回去用那个口罩滤滤。好机智啊！乖乖呀，你怎么倒了呀？ 好专业呀！要不然就是不拍这个，咱回去再弄。